什么什么事情可以不可以说给我听？我也许能够帮你，如果可以就看心情，心情不好就看天气，天气不好这就是老天的问题。什么事情可以不可以说给我听？我也许能够帮你，如果可以就看心情，心情不好就看天气，天气不好这就是老天的问题。如果想你又坏脾气，不然今天出来游戏，至少我可以唱歌给你听。谢谢大家，给朋友。